好呀，女士，来自哪里？来自青海铜仁市。哦，今年多大年龄啊？58岁。58岁，不是一个人来的吧？是我老公来的，和老公一起来的。我看您手中拿着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我老公剪的剪纸。哦，这是一幅和和美美，年年有余。嗯，这一幅是吉祥如意，我是送给栏目组的。啊，谢谢，那我代表栏目组收下了啊，非常好看。带着老公的作品上来的，那看来夫妻感情很好。很好。老公是你心中的那个很让您骄傲的人是吗？是。啊，这个结婚在一起多少年了？将近37年，38年了。30多年了。那您当初是怎么和先生走在一起的呀？他是我的老师，我家里很穷嘛，上不去学，我父母叫我辍学。哦。那时候王老师知道这件事，就3番5次的采访我父母，不让我辍学。那这年龄差的有点远，是后来又碰到一块儿的是吗？就你长大成人以后，托人给我说媒嘛。然后你一看，这是我当年的老师，还很关心我，不让我辍学，就答应了。就是答应了。然后一路走来就30多年了。老公来了是吧？赶紧请上来吧。来，我们有请先生。你好，先生。各位老师好。嗯。欢迎您。这个腿脚不太方便是吗？我是小时候4岁的时候，汽车交通事故，截肢了。所以本身也是一个残障朋友。对。这个怎么做了民办教师的呀？因为77年高考恢复之后，我就满怀信心的考那个艺术院校，西北五省的学考那个中央工艺美术学院，我是第13名。嗯。结果那时候检查身体，直接因为我的腿把我落枪了。如果不是因为身体的问题，其实是个高材生，可以来北京读最高院校。差一点就是校友了呢。后来我们那个乡村的小学，因为需要一个民办老师，考虑到我是高中生，那时候的高中生也是小小知识分子，再一个能考上大学，而且没去上，那这是也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啊。所以虽然腿脚不便，他就把我招为临时的一个老师，有个老师产假让我去代替1个月。嗯，结果去了1个月一教，哎，教授，哎，这个老师确实教得不错，多方面的人才，所以他们就决定把我招为这个民办老师。刚才您爱人还说，当时家里他条件不好，要辍学，您还去家访是吧？希望把他留下。因为他我印象最深，他是学得最好的一个，他的感觉非常好，还有一些天分啊。有天分。我说你画得这么好，他的感觉这么好，应该留下，他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这个学生啊，应该留下。但是他们家里面确实有困难，最后就没办法退学了，印象。那后来怎么过了几年兜兜转转的成了您媳妇儿了？因为那个时候啊，农村的这个大家都知道，就是一个残疾人娶个媳妇那是不容易的事儿，这一辈子再别想娶媳妇了，这样想的。然后后来我们家里面就说说媒的时候也背着我他们去说媒，我也不知道这么事。后来我母亲说我们已经托媒去说谁谁谁家的丫头了。我说那个是我的学士，你们去怎么去说了？就是没想到这个有这么一份缘分。说了媒两个人就见面了，那就同意了。就这么同意了。然后你当时没觉得那先生腿脚不便啊，没有考虑过这个吗？这也没考虑，他是我的老师嘛。这一下就是30多年。一下就30多年。那最初的日子也挺艰苦的吧？确实挺难。先生这样一个身体干不了农活，啥都活我要一个人干。家里还有4个老人嘛。还有3个孩子。所以先生是这个传承人，这太太也是学会了剪纸啊，学会了剪纸，核心的这个手艺还是在先生手里是吧？不，他现在也剪得不错了哈。最近已经我们是华南州级的非遗传承的这个传承人，州级工艺大师了，已经是。这个还是有评级的哈。我是第9代，我们这个剪纸叫全国独一无二的一种凿剪纸，这样打用铁的凿子，用木棍打。打的时候，我最后可以打100张。你们每年也剪也凿，但依然供不应求哈。依然供不应求。今天这个带来了一个，就是半成品是吧？半成品。那
我们请先生继续剪一剪，给我们剪成一个完整的剪制艺术品哈。凿的这个取下来之后，啊，我们运这一部分，我们就这样剪一下。所以您现在也把太太教出来了，哎，然后给他教出来了。有不少学生吧？哎，现在我有不少学生，建立了一个凿剪纸艺术工作室。哇！那么现在我专门培训那个学校的老师和学生。哟，这太太这个已经率先剪好了，拿好了，漂亮！我看看，哇！我的是方的，它不是圆的，天圆地方。啊，这个。这个能送给我们吗？啊，这是团团圆圆，这是啊。好，我们这里正好有五个，那送给老师们，送给我们前面的嘉宾，送给老师们，来来来。好，我这个上面有一个小蝴蝶，对，这个是你这是那个是，和和美美，年年有余。哦，我这个是和和美美，年年有余。特别好啊，特别适合你们家现在的状态是吧？和和美美的，这个装裱上以后好看。这个装裱是。这是宣纸做的，不是纸做的。可以装裱啊，可以装裱挂在家里，真不错。所以这妻子一路支持着丈夫的这个艺术生涯哈。